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军。近年来备受社会重视的社会安全网，看不见也摸不着，给了很多无限的想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社会处如何编织着社会安全网，如何整合各单位的力量，站在第一线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为您邀请到三位灵魂人物，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社会处社会工作科科长刘婉欣。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婉欣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社工督导林荣伟。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荣伟好。第三位是我们高级社工师，我们的李欣瑜。小军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欣瑜好。我们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社会安全网，透过动画带大家来认识。建构社会安全网，提供给民众安全安居的生活，是政府的使命。未来我们将投入68.8亿元，在全国部建154处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增聘社工人力超过3000人，能及时帮助有需要的家庭。社福中心除了提供福利咨询、办理亲子活动等，也协助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全方位支持。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社区为基础，让这些家庭透过链接在地的支持系统，继续发挥保护与照顾的功能，避免让孩子因为家庭失去功能受到伤害。许多人总在社会案件发生之后感到愤愤不平，其实平常多关心周遭的邻居，儿虐家暴等不幸事件是有机会被制止，让伤害降到最低。社会安全网的部件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还需要社区居民发挥雷达功能，发现需要协助的邻居亲友就立即通报，让政府可以及早介入，提供必要的协助，为社区筑起安全防护网，也为我们的下一代建构一个美好的幸福家园。社会安全网，关怀一起来。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安全网可以布及了非常多的面向，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社会日新月异，数据上的社会安全这一方面的数据是往上飙升的，所以这个社会安全网我们的社工人员就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先请教婉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社工的角色到底有哪些呢？好，谢谢主持人。那其实社会工作它是一个助人的专业跟工作，大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够陪伴个人或家庭，当他在面对生命当中的困顿跟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由个人的这个能力的发挥跟社会资源一起度过难关。所以广泛的来说，其实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那我们以社会工作服务的这个实务领域里，我们可能有所谓的家暴社工，然后有刚刚影片当中提到的社福中心的社工，那也有我们做早期疗愈的社工、身心障碍重建的社工，我们很关心的这个街友服务的社工，乃至于心理卫生的社工、学校社工、司法医疗等等哦。所以社会工作的领域，其实在有人的地方跟有人有需要的这个地方，社会工作都有它能够发挥的空间。那我想影片刚当中有提到这个强化社会安全网，它是107年行政院函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希望能够透过各部会各资源，从这个地方到从地方政府到所有地方的民间资源、中央政府等等，共同来这个协助编织这一个社会安全网，能够承接住有需要的这个脆弱家庭跟人哦，跟这个社区。那在基隆市也跟着中央的脚步，从107到109是第一期计划，那110年到114年，也就是我们现在，也正是第二期计划的一个开展。那内容非常的一个多元哦，有策略一的这个社会福利中心脱贫跟救助的整合，策略二是我们这个保护案件跟心理卫生，以及我们这个具有精神疾病又有这个被害加害人的这个服务的一个整合的心理卫生的一个重要的服务，跟策略三在跟加害人的心卫中心的一个部件，我们常讲到这个毒品啊、心理啊、自杀防治等等，还有最后一个策
略四，它就是整个这个横向的这个垂直跟横向整合的这个跨网络部会的整合，那也包含了我们这个少辅会啊，还有各个教育单位的一个资源，所以它其实是囊括了各个社会的一个层面跟各个社会福利的资源，希望能够一起编织我们所谓的社会安全网。但可能等会我们有些案例，也许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实务的操作上，我们是怎么让这个网它来运作，然后我们接到案件之后，我们又是如何来处理？所以，总的来说，其实社会工作在非常非常多的领域都有它这个发挥的空间。那也希望大家在各个领域里能够发挥自己的角色，然后去协助我们刚刚提到的，不论是遇到困境的个人还是家庭。是，哎，这样听起来真的非常的多元。刚刚说到有家暴、有社福、有身障、有街友，哇，这个零零种种面向非常的多，可以说是社工人员的面面观。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荣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提供的服务，像你的部分就是有哪些？部分我主要是负责那个家庭暴力跟性侵害相关的案件，好，那包括。其实就是有分，我们家暴案件有分成人保护嘛，那其中也包括老人的保护跟身心障碍的保护案件。那儿少的部分，也有就是儿少的保护跟性侵害的案件，还有我们所谓的性剥削或是性骚扰的案件。对，那这些通报端可能就是发生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的可能警政啊，或是卫政，或是教育单位，或者是我们的社区的民众，他们会拨打一些113的保护专线啊，或者是通报单进通报进来，那我们社工就会受理这些案件去做家访或者是做会谈，了解案件情况，提供他们需要的协助，也有可能包括医疗啊，或法律，或生活上、经济上的，或者是所谓的亲子教养等等相关的问题，那做一个咨询跟一个协助这样子。是，对。刚才录节目之前啊，其实有跟龙伟聊了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就发现这个数据真的很高哎。我们要请教龙伟，可不可以就是透过数据要呼吁大家多关心一点周遭发生的事情？对，因为其实这几年开始，我们都是要从预防宣导开始，因为我们通常说案件之后都是已经发生了这个一个事件，那有没有我们也曾想过说，就在事件发生之前，也许可以不要让这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怎么做？那真的很需要靠大家社区的一个关怀跟支持啊。那当然，这个观念跟意识形态是需要我们社工这边跟社区的伙伴们，就是像有一些是里长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或一些志工妈妈们去做宣导，那先让他们有意识到说，这样的事件其实。可以在社区里面多，如果多一些关怀的时候，或者是多一些提醒跟我们所谓的教育好了，那是不是当这个家暴要发生之前，他们可以先来停下来想一下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的愤怒，或者是说我这么是不是一定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也有其他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在前端就会希望说，这个初级预防的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是，这刚刚就在讲，就是其实刚好看到一张照片，但现在你在电视上不能放给大家看，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屁股跟大腿已经全部都 OK 了，就是应该是家暴的情况，对，儿童的保护的案件。对，那请问一下，这样的数据是不是我们虽然宣导了很多，大家也都知道，那是不是数据还是不断的上升？对，因为其实透过宣导，那也加上现在的民众的意识抬头，他们也有的。我们有些案件他也如果说是妇女啊或者是成人案件，他们也会为自己争取就觉得我知道这个收到这个讯息，那我可以做怎么样的求助，好，所以那案件当然会有一些提升。那当然儿少的部分，我觉得儿少他毕竟是未成年，所以他其实是有我们说都在父家庭里面，或者在附属于父母的就是他可能在背后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儿少我们更是重视学校或者是社区，像就是在社区里面的人能够看到儿少的处境，然后做通报。那我觉得这部分在社区，像基隆这几年开始，我们有几个防暴社区，我们有在做宣导。那所以社区的那个志工妈妈，或者是说他们去幼儿园宣导的时候，那个案件就是他们通报，就是我知道说怎么做通报。所以案件数增加，并不代表说是不是就是有那么多。就是不好事情，那知道让我们知道说疑似的，我们就通报，那我们社工也会去了解，是这样的意思。对，真的就是要需要大家鸡婆一点，多关心周遭发生了什么。那我们要请教新宇，新宇你的工作内容又是哪些？
像刚刚荣伟讲，他比较负责保护性的业务，就包含家暴、性侵、儿虐。那因为在实际服务很大一块是在第一线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那以基隆来讲，基隆市七区有部件四处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那我们依着辖区有分别有设置不同的社福中心，比如说在中山仁爱，我们建置了仁山社福中心。那在正义跟中正跟信义部建了正义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那在暖暖跟七堵部建了暖七社会福利中心。那因为安乐区它是行政区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单一设置了安乐社福中心。那待会会后我们可以再把画面带到，就是我们有一个社福中心的一个服务的联系的窗口，也可以供市民朋友大家看。那刚刚荣伟讲到的，在家暴性侵防治中心，它会负责比较高风险、比较危机程度的。那在社福中心，它会比较负责初级预防跟次级预防，或者说就是在案件通报进来，案件不是那么高危机程度的案件，但是是需要社工人员进去关心、了解这个家庭的一些脆弱处境，乃至于社工人员是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讯跟资源来协助这个家庭，这会比较在社福中心提供的第一线的直接服务。那这个是在案件服务的部分。那在乃至于就是案件服务的部分，需要很多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支持，比如说包含团体、社区或一些关怀支持的方案活动的部分的话，在社福中心我们也会有一些办理一些相关的活动、课程，还有一些团体，针对我们服务的家户一些共同性的一些需求，开办这些的，就是办理这些的相关的活动团体。所以我们不定期以及定期的这些寒暑假，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亲子活动团体，希望可以就借有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跟支持性的服务方案来帮助我们服务的家庭。这是社福中心很大的一个服务的区块。那还有在社区的部分，像刚刚荣伟提到会跟有些社区的经营，那社福中心在第一线，那社区是我们第一线的很好的一个服务伙伴，所以我们也会很常跟邻里长啊，还有辖区的学校，以及比如说派出所，还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团体，会一起经营这些社区的伙伴关系，透过网络的关系支持来支持我们的服务家庭。是，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强大，而且要把很多的单位力量整合在一起。那我们现在先透过影片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社福中心到底在做些什么。当生活遇到困境时，有时要靠自己、靠家人克服低潮，但家庭问题不如想象中的简单。这时您需要寻求他人的支持。目前全国各县市都有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每年有超过10万个家庭获得协助，请利用线上通报平台关怀一起来，或洽询各县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由社工人员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我们知道这个社福中心其实一直在推，但它的名字之前不是叫做社福中心，但最近这几年把它整个整合起来，我们要请婉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其实所谓的社福中心的发展，其实在基隆市，其实最早是在98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第一个社福中心。那它的概念上就是区域型的福利服务中心，让民众可以很近便的在你的这个生活空间里范围内，你的辖区就可以找到这个你需要的资源哦。那因为像基隆其实比较小，我们就想象一个比较大的县市，然后你只能到市政府才能够申办社会福利事项，对民众来说其实是相对的困难，所以近便性，然后这个近便，然后这个方便性，其实是社福中心部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在98年、99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内政部儿童局的时候，那它是以这个家庭政策为一个支撑跟背景，开始设置各县市的社福中心。那当时我们就设立了第一个正义社福中心。那时候基隆就只有一处社福中心。那后来在102、103年的时候，我们增设了暖七跟仁山社福中心。那在105年的时候，多了安乐社福中心。我们就以每这个10万人设置一个社福中心作为一个目标，跟警行区的这个规模大概一样的概念。所以基隆市就有4个社福中心。那它有一个兴起的背景，刚提到在儿童局的这个脉络跟家庭服务，所以我们原先的名称其实是统一叫做家庭福利服务中心。然后我们分设4个馆，就是正
正义、仁三、安乐跟暖妻。那因为后来到了107年，刚有跟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分享，我们107年就进入了这个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这个大计划里面。那这个时候，其实各县市包括基隆市的区域型的家庭中心、社福中心也部件其实都已经完成。那希望社福中心在这个区域里可以发挥更多的角色，是不只是服务儿童。因为刚刚提到98、99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儿童局的年代哦。这个社福中心主要是服务18岁以下的弱势儿少家庭。那进入社安网之后，我们社福中心像新瑜刚讲，其实我们通报案件进来就不只是儿少家庭，可能是家中有这个老老照顾啊，老人照顾身障啊，身障照顾老人啊，那家长照顾身障的小孩啊，或者是近贫的一个议题，可能比如说居所的议题、失业、工作，刚提到的这个脆弱的一个处境，都会在社福中心服务。所以现在一年社福中心通报案件大概2000。光是社福中心大概就2000多件的这个通报，包括我们自己发掘的个案跟救助的这个案件哦，其实它的对象上就不一定是儿童。以现在，那我们在去年111年8月的时候，我们就统一更名叫做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那我们就有4个社福中心，就暖气社福中心、安乐社福中心、正义社福中心跟仁三社福中心。那电话都是一样的，那只是它的这个服务范围跟这个防守的范围其实就扩大，不一定是儿少家庭，可能就是有脆弱处境跟这个社会福利的需求的民众，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社福中心来寻求一些协助。那我们4个社福中心也都有专责的社工督导跟社工员哦。那不论是接通报个案，还是主动来电洽询，或是临柜来到我们的社福中心，都会有社工人员可以提供民众必要的协助。是，哎，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强大，因为它包的面向又更多了。那刚才说到，其实不止从小朋友开始，现在的老老照顾老的，照顾身障或者是身障朋友在照顾老人家，这样的案件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社会说他们就集中了各单位的力量，他们就打造这个李明会堂，开始一块来看看社会创新的示范据点。老人家他们走出家里，第一个碰到就是社区。这个整个时代已经开始在变了，它的一个功能不再像过去那个样子，所以也必须要求变，才能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块。中山里关怀据点其实是在半山腰，那其实下面的长辈我也希望可以吸引他们过来。改造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很热络的在跟设计师回馈说，他们希望这边可以变成什么样的感觉。当初其实就会从他们很自豪的滚球运动去抽取这个元素，所以我们其实是从红跟蓝这两个元素，把它作为我们的主视觉或者是环境的主色调。中山里劳这个梗其实就是用那个闽南语的里劳跟中山里直接做结合，大家以后来中山里就是上来二楼，让这里变得更活络一点。记得刚改造完成，长辈就开始在地上滚，就说我可以在这边跳舞，可以在干嘛，然后我觉得就看到好像跟孩子一样啊，还是提咖啡来这跑开杠聊八卦。过去觉得这里啊阴阴暗暗的，改造成这样焕然一新，我们很想来跟人家这样子交流打球。我们希望说所有的改变能够从日常生活开始，那里面活动中心一改变之后，大家就愿意出来，透过他们的一个新的社会参与，能够让我们做好对超高龄社会的一个迎接。哎，真的，哎，大家愿意走出来这一件事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闷在家里，那闷久了真的就会不舒服，就会有很多情绪出来。但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让大家愿意走出来，大家交朋友，那又不一样。我们要请教婉欣。像主持人讲跟影片看见，其实社会连结真的非常的重要。刚提到了社会安全网，其实它当然有一些社会重大案件的这个背景跟铺陈，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跟社安网里有所谓的这个通报跟主动发掘重要性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发生憾事跟刚刚新宇有提到已经发生事情的家庭，其实是在它发生事情前是没有人知道的。它可能因为现在的刚影片一开头就说，现在的家庭结构其实不像以前，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紧密程度其实也不像以前。我们刚刚才在细说，我们住吉尔式住宅，可能自己这一层楼的邻居是谁，你可能都不熟识。所以当他发生困难，不论他是老人生障，或者是有少家庭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那如果他这个有困难的民众又没有勇气，或是没有管道向外求助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走到这个死胡同。但对外的空间怎么样友善便利，可以让我们的老人生障，然后儿少家庭，甚至是带有孩子的这个家庭，不论是亲子空间、老人空间、关怀据点等等，其实都是促进社会连结的一个管道跟方式哦。我觉得这个回应到我们强化社会安全网跟实务工作当中，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社福中心也是，我们其实很多案件通报进来，也有刚提到的，其实就是独居老人，或者是两个老人夫妻，或者是身障老人的家庭在社区里，其实他们不一定没办法在社区生活，可是社区接纳跟支持的程度其实是很大量的影响他能不能继续在家生活。我记得我们社福中心有一个案件，不能说太清楚，但大概就是他在社区里生活了大概六，因为他大概七八十岁，所以他在这个住所其实住了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家没有瓦斯炉跟电器用品，这个老人家他一直都是烧柴，就是他都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在生活。他后来就被通报进来，我们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邻里就是邻里就通报进来说，这个老人家独居，然后生活可能有困难，希望这个社会处能够提供协助，或者是让他住到安全的地方。那我们社工就去访视，就发现我刚刚讲，他已经住六七十年，然后身体状况也尚可，然后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都是用柴火在这个煮热水跟他的生活。那就想说，那这个已经煮了六十年了，就是怎么现在发生什么事？原来是因为他的社区邻里的结构改变了，就是以前其实都是熟识的老邻居，然后大家会互相帮忙，然后会看顾他，然后也了解老人家的状况跟需要。但因为搬了一批人之后，其实都是很年轻，跟刚讲这个互不熟识的这个邻里，那大家就会开始其实油然而生很多的担心，他们就会很担心说，那如果失火怎么办？那是不是应该要换这个天然气、热水器等等？那我们那时候也在思考是在地老化跟在你熟悉的生活空间持续居住里的需求跟社区可以帮忙的空间是什么？这就刚刚馨瑜提到，就是其实不是是社工单一一个个人，而是我们进到社区之后怎么来协助他的邻。跟这个老人可以比如说改善他的生活方式，然后社区接纳的程度可以有什么支持系统可以进来，大概就不会只有很单一的一条路是说，那因为很危险会跌倒会失火，所以你就要离开，或者是你就去机构去安养中心。我想他大概不会是人生活跟未来可以在地老化跟安养的唯一的一个路径，但这个东西其实就不只是社工，他其实就很需要整个社区邻里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支持的程度、接纳的程度跟可以一起帮忙的这个程度，其实就很影响这个老人接下来可以怎么在他的社区生活。是，这真的很重要，就是环环相扣，大家通通都其实紧连在一起，就大家好你好我就会跟着很好。那所以我们要强化助人的技巧，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如何来强化社会安全网。嗨，正在看影片的你是在拥挤的捷运里还是深夜的街道上呢？今天在台湾没有突如其来的炮火，也没有失序的暴力威胁，所以大家都能享受美好平静的日常。但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有些人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只是学会把伤口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呢？有些人带着创伤长大，小小年纪就遍体鳞伤，有些人因为身心疾病孤单痛苦还遭人误解，当他们无法负荷爆发时，很可能就变成让人鼻酸的社会新闻。除了感叹以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嗨，和你身边的人说声嗨吧，不要让犹豫等待成为彼此的缺口，现在就从你开始，用友善搭起桥梁，用对话缩短与对方的距离。这项行动或许看似渺小，然而当每个人连接着彼此，或许就有机会接住那个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回到我们身边。
心灵的创伤难以被看见，但当我们用嗨开启对话，用同理倾听他的感受时，或许就可以减轻一点他的痛。疗愈伤口当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发挥自身的力量，透过简单三步骤，主动开口问，安静耐心听，热心资源连，去帮助他们。嗨，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如果有任何烦恼，我都可以听你说。我的朋友需要一点帮助，开口说嗨，安全同在。真的就是要热心哦，就热心这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刚除了那我们的社福中心之外，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就是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不晓得在基隆的状况发展的是怎么样，我们要请教龙伟。我们现在目前基隆市的家暴中心，我们简称家暴中心好了。好，那其实我们刚好我们跟社福中心都在同一个科里面，我们都在社会工作科，所以我们其实案件都会互相的合作，跟就是有可以协互相的协助这样子。那其实想要比较特别提到，就是刚刚有讲到家暴的案件，其实就包括成人、儿少还有老人的，反正我们就是零岁到可能到99岁，然后甚至年纪更大老人家，我们都有提供服务哦。那其中提到儿少部分是，就像刚刚提到，我们其实没有儿少，其实很少能够有人为他们为自己发声，好，通常都是周遭的人，好，甚至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通报或者是医院这边。那我们常常会收到案件，就已经是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伤害，对，伤害了。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样怎么会这样，很气愤，对，其实对，那我们其实大家都会想要说，那这样子是应该要把这孩子跟家庭做分开啊，我们要安置他。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工作的概念里面，其实安置是最后一道防线啦。当然每个人就像刚刚我们刚刚说的，老人家也希望在自己的家庭原来生活的社区里面生活，那同样的孩子也会希望在自己熟悉的环境跟家人生活，只是的确会有一些很危险高危险的因子，让他没有办法在暂时在原来的家庭里面生活跟成长，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寄养安置的一个服务哈。那寄养安置部分就是也是我们可能基隆市的市民一些比较很真的有热心跟善心的家庭，然后还有保姆来从事这样的服务。可是你要想说，我们如果今天有这么多的少安置，有这么多这样家庭，对，我觉得他们其实有一些也服务非常多年了，那也很希望就是说能够邀请就是社区的家庭们，就是对有好的一个这样的观念，然后我们也会受训来招募这样的寄养家庭，然后为我们的儿少做尽一份心力，这样子。对，真的是尽一份心力，因为我知道这个数据很高。我们要请教龙伟，你有你的记忆当中，目前就是历年来的数据，家暴或者是性侵案件。家暴的话，我们刚如果是111年的话，如果总通报案件，如果含成人的话，所有的案件大概是5000多件。哇，这么多。对对，其实是还蛮总通报量还蛮高的。是。对对。所以听起来真的是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他们。对，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我刚提到安置的儿少，就说我们的处遇方向大概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协助家庭改善他这个提升他的亲子功能，或者是其实很多的这个不当管教是孩子有一些状况，他是需要被帮忙的，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家庭里去支持他。那另外当然也有真的我们讲最后一个防线是他真的没办法在原生家庭里成长，像我们真的很多案件是失依，比如说父母都入监了，或者是像我们最近有个案件是他的照顾者就都过世了，这样子他就是失依的孩子，那我们可能就得安置他。那刚刚提到儿少的成长跟发展其实是有需要其实是以家庭式的照顾真的很好，因为在不同年龄层的发展阶段，我们会有所谓的这个认同亲密关系，然后这个自我成长，你会有个依附的对象，所以我们其实是很仰赖也很希望拓展所谓的家庭式的照顾，那就是刚刚荣伟提到的这寄养家庭或保姆。那我们以111年底我们安置的儿少总共大概有150几位，哇，那会在一部分在寄养家庭，一部分在保姆家庭，那一部分就在我们所谓的儿少机构，就是儿少安置机构这样。对，那我们其实现在基隆市的寄养家庭总共有45户，
对，所以其实这个比例上来说，刚刚提到我们其实很希望，不够的，希望那这几年其实增长的速度比较慢。那因为一般当然就是我们刚讲社会结构改变，真的有能力照顾自己小孩之外，还可以担任寄养家庭的人，真的其实是越来越少。那当然也大家会有些担忧啦，就说新闻上你可能也会看见，你担任寄养家庭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要面对的议题啊，伦理的冲突等等。但确实以数字上跟我们的需求来看，我们其实是很需要招募这个有热血然后想要担任寄养家庭的这个热心的民众，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当遇到这些失依受虐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像家一样的环境，成为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避风港。像影片一开始我觉得就很有感，他说就是人有些受伤是放心里的，那这些孩子也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承接住他，也许真的他将来长大之后没有被好好照顾的时候，他有可能也是衍生其他的这个社会问题，我觉得那真的会是相当可惜跟遗憾的事情。所以很欢迎大家，如果对这个担任寄养家庭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社会处社工科联系，这样子我们会有训练，然后会有培训跟这个招募的一个机制跟管道，这样是。所以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其实有很多很有爱心的民众，他们当了这个寄养家庭之后，他们其实收获是很多的。那刚好我们的社会处嘛，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央单位，他其实有去访问了这几个有亲身经历的家庭，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种子我浇了水，它可能不会马上开花，不会马上发芽，但是我相信说我今天灌溉了这个种子，也许在它离开我的身边之后，有一天它可能遇到某一个事情的时候，它会燃起它跟我相处的那个经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种子就会发芽。持续的陪伴他们，不管是在集合啊、吃饭啊，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肯定他们。其实我们有点一开始像新手爸妈一样在摸索，要怎么跟孩子相处。这群孩子给我的力量很大，必须要留下来，必须陪着他们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我一直都拥有相信他们的力量，就是在陪伴他们的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因为陪伴他们，也有他们的陪伴，然后生命就变得更完整了。做这个寄养家庭很有意义，他们留着健康的身体，倒不如好好的来照顾社会。很多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来为孩子，一起来为囡仔打拼。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没有问题的孩子不会到我们手里。你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你就会觉得哦，好，我如何帮助他把严重的问题减到最低，减低到他可以融入人群，可以跟同侪相处。我得奖是我们一群人中的一个小点，那为的是更多人看见其他的人。哎，真的哎，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可以看到这些寄养家庭中心的这些爸爸妈妈是多么的把他们的爱给分享出去。那当然刚刚说到其实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不好照顾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在你手中，所以你可能要付出更大的爱来照顾他们，这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因为接下来他们出去之后就会把这善的力量又分享出去。那当然不只是寄养家庭中心，其实我们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服务案件，我们要请我们的心语来跟大家分享。那也是刚刚大概讲的是有关于儿少家庭的一些相关的服务以及相关的一些支持的部分，可以分享的是我们中心有社福中心有分享一个儿少家庭，这个刚刚谈到很多是需要整个网络系统给予这个家庭的一些正向跟支持的力量。像案件是通报进来是儿少家庭系统是认为孩子的受照顾状况是不好的，在校人际互动关系不好，亲师爸爸跟老师的关系也是不是很好，那整个在家庭在主流价值观的
的价值底下，孩子受照顾状况不是很好，家里脏脏乱乱的，孩子每天到学校都是迟到，那又有时候爱到不到的，所以整个系统会认为说这个孩子应该是需要被安置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家庭，应该安置系统是最后一个，就是真是最不得不的一个决定。那孩子应该是回到家庭，家庭是最好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支持照顾。所以我们社工比较采的是，就像以前老师会跟我们讲，你想要车子往前动，你应该是加油跟加电。你希望这个家庭能够提升，孩子能够获得好的照顾，应该是看待这个家庭比较正向的眼光，看到他的优势。所以我们社工看到，其实孩子是很希望，就是他其实在学校发生很多跟同学的冲突，无外乎他想跟同学多一点接触，但是他的技巧不好，所以大家都看到的他的都是一些负向的行为，没有人看到他的就是行为背后他想要的目的。那家庭的部分，其实大家也是看到这个爸爸好像工作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没有看到这个爸爸是多么努力为孩子想要张罗他的一切，只不过他的能力不是很好，需要社区更多的支持来帮忙他。所以在社工花了很多心力跟学校沟通，跟社区沟通，乃至于跟爸爸还有孩子讨论，我们要怎么样一起来，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家过得更好。所以后来孩子有回馈我们社工是说，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不好，只有你觉得我好。那个对社工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跟一个冲击跟感动。那个冲击是说，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个孩子正向好的部分？另外一个感动是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回馈。那后来孩子从这案子，从孩子国小大概三四年级，一直到现在孩子国中了。孩子，前端漏了讲，社工在看，在有一些社区支持的部分也帮忙孩子连接了一些学校附近的一些客服的资源，在很多其他的资源也共同看到这个孩子努力跟正向的部分。所以每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带动，一个正向的带动啦。每个人多看待这个孩子好的部分，跟这个家庭的好的部分，给予这个家庭正向的回馈，那孩子后来也成为大家眼中的头痛的问题人物，也成为一个他可以帮忙成为这个学校班级还有乃至于客服的支持系统这个一个小小的回馈跟照顾者。我觉得这需要很多很多社区支持的力量，单靠社工真的是办不到这些事情，所以才会前端讲了有很多是需要不只是社工单打独斗，是需要学校网络社区乃至于其他的客服资源来一起的帮忙，就是我们所需要帮忙的家庭。这就是社会安全网厉害的地方，真的很重要。那当然我相信婉欣这手上一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实新宇那个案件我知道，因为社工的记录非常的厚，他其实因为孩子的行为问题，其实连带的这个家庭跟亲师关系其实不好，我们转介好几个客服班，大家其实也都一开始都是退伙的。对，因为这个新自由主义跟社会这个现在的这个商业社会，大家都是孩子要就是成绩好啊，客服班也会希望收，一般民间客服班会希望收乖孩子，然后功课做得完。可是这孩子其实是能力上也其实在发展上比较弱，人际互动也不好。社工的时候，我记得他真的三天两头的下班都陪着孩子开始写，对，开始写作业，从陪伴他开始写，然后找到他的这个成就感。到后来，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在孩子完成一篇作文他的时候，小孩说他从来没有自己写完一篇作文，而在这过程里的时候都还会有可能同学或这个网络单位告诉他，就是孩子回馈是大家都说我不可能完成。对，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只是每一个生命跟每个孩子其实都是重要的。对，那我们其实是通报案件进来之后，我们看待每个案件我们都用心去服务，然后透过网络的这个力量，我们一起帮助这个孩子。他现在已经是新宇刚刚讲，他已经可以当就是小老师，然后他也学习小帮手，他也学习情绪的控制，那他也在过程里去学习人际的互动。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从小的一点看，很像是这个孩子生命重要历程的改变，可是其实回到整个大的社会系统跟脉络上，我们认为这是值得投入，那也避免这孩子如果没有办法在学习成长的道路上有些正向的发挥，可能我们想象他真的会走偏啊走歪。但这个真的一个案件都需要投入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心力哦。那这案件我也非常的有感，因为社工花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晚上就是孩子课后他也去陪他，然后从建立关系开始到一个字一个字讲。虽然我们不是老师，但我觉得就是陪伴他，然后再加上客服跟老师的协助，其实孩子就慢慢的找回成就感。所以陪伴真的很重要，也就看到我们基隆市的社工很强大。那我们基隆市社工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是主持人，我们基隆市，大家可以猜猜看，基隆市的社工其实不太多，我们36万多人口。我记得105年的时候，我们全基隆市公部门加民间单位，我们的社工是163个人，就是全部的，就是好少，对，其实不是那么多。然后现在到了110年底，我们的年报统计，我们社工现在是265个人，其实是翻倍的增加。那以265个人服务基隆市36万多人口，我们等于一个社工的这个服务市民比例大概是1300多人，大概跟全国平均就差不多，比105年的时候其实是状况好很多。但他们身上肩负的那个压力跟刚讲通报案件很多，其实还是比例上其实是负担比较重。所以像刚荣伟讲，我们这个家暴案件、成人案件通报1年5000多件，然后脆弱家庭社福中心通报2000多件。那通报案件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就得去区分它是危机性的案件，还是这个风险危机性的案件，或是高风险的案件，或一般性的案件。我们就没有办法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开案服务，因为其实整个公部门全基隆市265个社工，在公部门大概一半，在公部门，那在我们社工科大概70个左右，所以变成是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资源跟社区一起投入来服务这个家庭。那我们会从最优先的这个危机性的案件去分流去做保护，所以就是专业制度的建立。对，所以通报其实就很重要。我觉得等会可以请荣伟分享一下，那因为通报案件这么大量进来，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有限的时间跟人力，让这个通报能够最精准，那能够赶快的去找到最需要的人。那因为通报进来的这个流程跟内容，其实是很需要通报的人来帮助我们的，这个部分其实就相当的重要。是，那就要赶快请教龙伟了。就我们通报案件的话，其实就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洛嘉莹爆料案件，包括就是成人的保护嘛，老人保护、身心障碍，那还有儿少保护案件，还有性侵害的案件这样。那通常民众通报，我们有时候就是刚刚提到说，什么叫做精准通报？就希望说，民众他可能在社区居民，如果在路上或者是在自己住家，一听到楼上有人在吵架，或者对门，还是那能够就是比较能够清楚那个确切的地址，也许是没有电话，或者真的不知道。那如果有比较明确的位置的时候，如果今天真的一个比较紧急的案件，也许警察当下我们请打110，请警察去那个家里面访视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说，原来是这一户。如果当没有精准通报，就是没有资讯很少的时候，我们就很像那个侦探一样，要搜寻一下，这是哪一区哪一里，可能是姓什么。那都还要再从旁打听，会花掉我们非常多时间。那基本上是有案例可以分享，对不对？有案例啊，我可以分享，可以。我接电话接到很多，因为印象很深。可能有一两年前，有一个民众非常的热心，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是一个家长的背影啦，就说他可能照顾这个孩子，那个照片有点呈现是可能照顾孩子的状况没那么好，他就这样一张照片，然后就。我感受出来，这个民众其实是很关心这个家户，所以他寄了 email 给我们，就寄到社会处的官网，然后他也上官网一起来，就说他有不同的管道通报了这件事，但是他的通报内容就只有那张照片，然后我们也很焦虑，你知道，因为看起来就是这个家庭需要被帮忙，可是我唯一只看得出来他的背景是基隆的一间连锁的这个餐厅啦，那我就想说，天啊，那我们要怎么去找？因为我们也不能看到，然后好像没看到，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去找不同的餐厅，然后如果我们花时间去问餐厅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背影的这个带这个小孩的家长，虽然有可能最后其实是会找不到，就像我们常讲哭哭案，就说我们会通报进来只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疑似有这个不当照顾，然后我常常听到哭声，可是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频率跟地址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在第一时间掌握去找到这个家户，所以
所以其实像荣伟刚刚讲的，如果说民众很热，我们希望民众热心通报，但如果可以在这个资讯上提供我们比较完整的资讯的话，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找得到这个案家，不会说最后我们找不到，然后他就被结案了。那当然就是我想民众最担心的是通报的时候要不要留自己的电话。那荣伟这边也可以分享，其实我们社工员都是受过训练的，我们不会把这个通报人的资讯告诉，对对对，不会告诉这个案家说，哎，对，我们是保密的。但因为很多民众在通报的时候资料上都会有点担心，他就没有留自己的联络方式。那我们收到案件如果资讯像刚刚一样资讯不清的时候，我又找不到这个通报人，那个留 email 的善心民众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他隐匿他的那个联系资料，所以我们当时其实真的也没办法问问他说，哎，你是什么时间看到的，然后你是看到很多次吗，还是只是一次，就说这个资讯上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有点可惜。所以可能精准通报民众可能会担心留电话会不会有什么后果，这个可能可以请荣伟补充一下，留了电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我们也是有受法律的约制啊，就是我们一定都是保密的，非常保密。对，如果我们泄露，我们可能会。可能也必须要，我们会被处罚这样。那像刚刚提到，另外再补充就是，精准通报制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正确的管道来通报，像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关怀一起来，它其实是有一个网址的，你只要打关怀一起来都可以搜寻得到。那甚至用电话，因为可能民众不一定会打电脑，那可以用电话打113，因为现在非常多的，我们常常都会接到很多的资讯，可能从什么爆料公社啊，或者什么 D 卡，或者是非常多社群网站，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我们都要到处去看有什么。对，其实如果从正确管道进来，我们能够比较能够及时跟或在第一时间去获得这个案件，才不会说又在这里听说一个资讯，这样会很零碎啊，然后也不知道说那个案件到底是不是真实性是如何，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会花比较多时间，所以都会在呼吁说我们的社区民众或者是成员们，就是网络成员能够透过那个关怀一起来这边来进行通报。对，我记得还有一个案件嘛，就是有民众就是写说，好，我家住在哪里，然后我家对面楼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社工人员就真的非常可爱，他真的就是不是非常可爱，是非常专业，他就跑到那边去看，然后去对面这样看，然后逐层这样子去搜，结果后来是。对，我记得那案件是刚有跟主持人分享，他就是通报，他也没有留自己的姓名电话，所以我们也没办法问详细的资讯。但他在关怀一起来，他就写说这个某个地址的对面的大概几楼目测这样子，可能有儿少的哭声，可能怀疑这个会不会有一些不当对待。那社工就只能就这个资讯就逐层逐户的去按电铃，还好他应该是一般公寓，可能不是20楼，所以可以按到，可能是大概5层楼，然后大概1层2户，大概10户。那我们社工伙伴，我们督导就跟我分享说，社工就逐户啊，我们就去按电铃。那真的也是谢谢，其实台湾的民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心啊。因为其实我们也就是请求说，我们有接到这个通报的资讯，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你家里有没有儿少？那其实这10户民众真的很好，他都让我们进去稍微看一下。那我发现，因为我们会看这个，比如衣物啊，或者是家里的用品，就这10户里都没有儿少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很。比较老的社区，然后里面也没有小孩，所以变成是其实这个通报到后来，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去做查访。那他最后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有儿少的这个迹象，那我们也没办法回报给这个民众说，你给我们的资讯，我们做了哪些处理？不过确实他就是变成会是一个不精准的通报，然后最后可能因为查没有办法查到一些事证，我们就不派案。对，但这个其实就耗费我们社工搞不好两三天的时间去，那也其实打扰了其他的民众。所以像荣伟刚刚讲，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有儿少有可能被不当对待，或者是这个家庭其实有些弱势需要被帮忙，我们大家都希望社工可以赶快找到他，跟他联系上，然后把资源带到他们家里。那所以精准通报真的会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只有265个社工，那案件量其实非常高，那精准通报其实可以帮助这个需要的家庭，那也可以帮助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为这件事情努力，这样子。是，所以叫大家，就社工人员他们看到了这个疑似模拟两可的这种通报情况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头痛的，所以要邀请大家一定要精准一下，不然就是留个电话，是对，放心，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就是你好。
如果被对方这样子反质询，记得要说，哎，不是我呵呵，这很重要。那当然，在社工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甘苦啊。那我们要请教心瑜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觉得很需要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这其实社工的困难百百种啊，待会就是科长荣伟可以一起分享。但对于第一线社工会比较辛苦的是，我们第一线面对民众，常常对民众会对于社工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就像社工可以做一个全雷打的服务，或是社工出面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这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就像我们一直在刚刚讲的，就是所有的就是对于这个人的支持，不是只有社工，是社区的每一个人跟每个系统都需要来支持所需要帮助的人跟家庭。那像我们最近，我们才在分享，最近有一个老人，就是被房东赶出来了。那是对我们来，他的赶出来是来自于他可能房东会认为说一个老人在社区独居生活，那他。对于这个房东来讲，他是觉得说，万一他未来老化了，更脆弱了，那我其实没办法再提供他一些相关的支持照顾，我是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他生活的问题，他很期待社工来出面处理他的一些所有的疑难杂症。那对于这个，对于老人在地老化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很多社区的支持跟包容，所以也是很需要，不是只有社工能够解决，需要帮助人的所有问题，是社区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友爱城市的一份子，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对，真的，这很常见，因为我刚刚知道，就是他们打电话来，就是老人家打电话来，其实很多都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然后他们的子女也都不想管，或者是没有能力管，是不是这样的情况？确实，因为刚提到，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结构跟家庭的结构真的不像以前这种就大家庭，然后手足或者是子女之间的关系，都不一定这么的像过去支持度这么高。所以当遇到这个家庭成员有一些困顿的时候，不见得有办法从家庭衍生出这个力量。那资源其实需要到位跟连接，都需要一些时间，不太可能就是通报完之后这个问题就忽然解决。但因为我们如何打造一个有爱的城市其实是需要大家在每一个位置上可以尽一点心力。不过我也有一个好的案件，在确实我们最近那个老人找不到租屋处的案件真的很多，但我印象很深，我们去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人家，他被通报进来，是他每一天他都住在楼梯间，然后就他都住楼梯间，然后都大小便，就是因为他都住那里，所以他就会大小便也都在那楼梯。那居民当然就会有些担心，但也害怕，所以就通报进来。那社工去访视的时候，发现其实他就住在他住楼梯间的那个公寓的楼上。那进一步了解才知道，其实老人家他并不是故意要住在楼梯间，是因为他其实是生理功能跟那个爬不上去了，他生理功能其实有点退化，二来是他其实有一点早发性失智的倾向，所以他那时候就讲，他其实是找不到他家，他会逐层，然后但他找不到他住哪，然后但他就是一直待在楼梯间。那这部分其实要解决的问题真的很多，包括因为他必须要就医，稳定就医之后，他才能够比如说鉴定，或者是透过药物的协助来延缓他的这个退化，或者是其他生理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第二也得跟他的家属联系，那这北北他的亲属关系也不是太好，就是我记得我们找他太太跟找他前妻跟小孩的时候也遇到很多的阻碍，我们可能要查掉资料，然后正式发公文，然后请家属，还要协调家属可能过往的一些家庭的故事跟脉络，所以跟家属联系，然后完了之后还要稳定的就医，身障的鉴定，那未来如果假设这个家属对老人的这个照顾安排是要在社区的长照支持呢，还是要进到机构，都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当时我觉得很感谢那个社区，那个社区大概是我这几年很少遇到这么有包容度。那时候他们其实是通报说有老人在那，可是他们不会一直觉得说要把这个其实是邻居的人一定要赶快赶走，他们那时候还会协助他们一楼的邻居有能力的时候还会协助老人家做一些清洁，就说可能要照顾他的三餐这样，然后一直到我们后来
来是跟家属这边联系上，然后也开家属协调会，到后来做这个肾脏鉴定体检，然后把一切程序都完成之后，老人家现在其实是安顿在安置机构，对，但过程的那个时间其实不是一天，可能那时候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可能对，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其实那个状态怎么样可以透过社区的力量，让老人家在转换跟衔接的这个过程里，其实是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介入，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我这几年觉得社区如果能够承接，对，包容，然后跟我们一起努力。那因为极端案件也有，多半有些社区他可能会责怪社工说，哎，我已经通报你了，他怎么今天还在？他就会再打电话来说，喂，哎，我昨天不是通报了吗？你们不是应该要把他给送走？这样就也会，那我们可能也得一再解释，可能还是要看危机的程度。当然啦，如果老人家有生命安全危险，这一定是立刻处理。可是如果不是，可能在资源的媒合上跟这个照顾的安排上，其实都会需要一些时间，然后跟这个转衔的一个过程，那其实都会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这样子。是我们时间剩最后一分钟，我请三位有没有话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好吧，婉欣。好，那很喜欢基隆这个城市。那我们在案件中，当然因为我们是受理通报的单位，有很多的甘苦，但也看到基隆市的韧性跟这个民众的这个爱心跟热心哦。那社会处这边服务各类的这个弱势民众，如果大家这个对社会服务有兴趣，不论是当志工、寄养家庭，或者是这个物资，或者是这个相关资源上的这个愿意投入，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那让我们携手一起为基隆市的市民来服务。是打造有爱的城市，荣伟。我觉得社工不是单打独斗啊。刚刚欣宇讲这样，我们其实是一个团队。那也真的很希望，就是我们的社区啊，居民伙伴，然后一起来协助我们需要帮助的家庭。是，好，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目标有爱城市，那有爱城市是需要每个人都要一起加入，而且每个人都是就是这个城市的要角，大家都可以发挥有爱城市这个每个人重要的那个角色，发挥这个精神。是，谢谢三位来宾，今天很精彩，我带大家来看见我们社会处近年来编织这个社会安全网所做的努力，防止可能的治安风险，让基隆成为最安全而且最有爱的城市。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